哈，是橘色加木，橘色加木粉，嗯，好，差不多要这样的颜色，嗯，然后把笔准备好，洗干净，哈，我这个橘色的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第一件眼下睫毛也擦浆，帮它画一个圈圈，哈，嗯，好，然后用这个笔往外洗，把它洗出去。往外洗，眼睛这里，瓦粉，嘿嘿，点瓦粉，点胭脂，你家己拢无过，就往外洗，家己要画八小三零五，还是像这样侧边，这边是就要比较小的，对，对，因为这边脸颊比较小啊，这个不是一次哦，哈，这个可能要洗两三次。有一点点点点点点腮红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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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根一根啊，对，一根一根，差不多洗到这里哈，往下拉，好，这一根，往下拉。我现在不洗这一根，因为这个也一直抖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洗，先间隔，都往下拉，让它干，对不对？这里哈。洗上面也可以，洗下面也可以。好，那个嘴唇也洗一下。哎，伊是无嘴唇啦，然后伊笑到拢。我没有。你遐你不？啊，等下那个嘴唇的，我再教你们怎么洗。好。好。好。嗯。大拇哥。嗯。就往下洗，洗这个有指甲的时候，指甲不要洗，哦，指甲浪费。像这个吼，我的规个洗，看咱这个洗迄个层次，抠齿布，嘿，啊，较紧，唔免一支啊一支去洗。啊，要一支一支嘛会使哦。啊，那要一支一支嘛会使，啊，一支一支就是爱跳，像头拄只爱跳。哦，这个等一下还要再再洗那个哈，就在这个旁边哈，洗一下哈。这个还要洗个三次，这是先看。然后往内洗，往内洗啊，把鼻也洗啊，对不？这个手怎么那个谁正好演呢？就放在旁边，还是要洗一下。嗯，就往内洗。哦，所以老师他并不是整只都洗这个颜色，不是，那手会太红了。等一下还有那个肤色可以用，你看，等于把洗轮廓出来。嘿嘿嘿。这样子。哦。第一次。还没干。一定要干喽，哎，郭姐。可是那第二次也是重叠这个地方。对，啊，第二次的指甲，刚才我洗差不多到这里，对不对？第二次短一点。我即摆是这個，我正甲我往回洗啦。啊，你若要头前啊，那落来换会使啦。我头头洗几块给，所以我现在等一下我会往回洗。哦，不是往下的。往下往上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跟我们洗叶子一样，还是分三段啦。好啦，分三段啦。啊，但是没有
十字指头、手指头而已哦，袂使吹啊遮落来哦。嗯。遮无哦。嗯。吼、哦，嘿嘿。啊，等干了以后，那个这个这款那个重叠部分吼、哦，再来加。颜色再加用哦，开安尼哦。嗯，这个加白色的。加白色哦。加这加恁加较浅一些，加迄个墨加迄、那个。橘色再加浮粉这样子，没有，是橘色加一点黑色，那个墨色。啊，但是不要浮粉。不用不用，那个不要浮粉。然后老师，这个耳朵的外缘不用。要画，因为它袂干，对不、嗯？所以我那为了伊是不是造型？外缘，啊，上面无看。所有肤色的部分都要洗进来、哦，差不多了哈。第二次哈，还是在这里，颜色不用加重，不用不用不用。